我们这一道上快马加鞭呀，夜猫子饭都不吃了，觉也不睡，就生怕回来见不着少爷呀。哎，行了，去吃点东西吧。哎，铁铹，你在家陪着少奶奶盯着。夜猫子跟我跑趟火车站，亲王那个大夫应该到了。那这回少爷这毒有救了。希望他能有这本事。夜猫子，走。 少爷，六天了，已经是第六天了。张兰才说，这种毒药啊，7天必死。可是谁又知道这毒药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看您呢，还是赶紧把这解药吃了吧。少爷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这兵荒马乱的。 那个叫三川一郎的日本军医要是万一晚来一天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，啊？四叔不是去火车站了吗？鬼叔，你放心吧。你真是要急死我呀！四叔。 命总算是保住了，大夫辛苦您了，您这边休息吧。哎，大夫，辛苦您了，您这边休息吧。哎。
那纽扣里面有药，我就给拿了。行了，你快去请大夫。好好好。大夫，大夫，您来，您看我们少爷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哎呀，四叔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大夫，你快看看吧。 龙栖之口，龙栖之口，龙卧乌拉，龙卧乌拉，八岐之祖，八岐之祖，周水方圆，周水方圆，青木之林，青木之林，侯墓之边，潜龙出渊。潜龙出渊，藏珠复明。再来一遍。龙息之口。大夫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来看一下。 张才艺，请好好休息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张才艺的病情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事了。不过说起来很奇怪，张才艺的病情之前是非常严重的，不知道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，完全脱离了危险。可能是张才艺吉人自有天相，这是好事。是啊。 是是是，这是大夫有本事啊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既然张才艺没什么大碍，那我就先回住所了，明天再来看他。谢谢大夫。好，谢谢您。来，这边请。请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 幸亏这解药是对的，要不然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。我才是千古罪人呢。张汉涛，你醒了？哎呀，你都快把我给吓死了！珊子，是不是你给我吃的解药啊？张汉涛，你别怪他了，是我干的。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啊？这要是让三川看出来了，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就是怕影响你接下来的计划，要不然我早就把这解药给你灌下去了。反正我这么做也没人知道，三川还以为自己把你治好了呢。他就算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，他为了在亲王面前显摆，也不会说什么的。 哎呀，说什么都有道理。
你先好好休息吧。 看不出来吗？老毛子来砸场子来了。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就是这里管事的？算是吧。有什么事儿，您可以先跟我说。你们发到黑老二那批木材，到底是给黑龙会，或是给我们的？为什么黑龙会理直气壮说是给他们的，把火扣了还挡我们的人？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。 这事儿啊，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这些发货的人呢，只负责发货，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。这样，我先得就打个电话跟我们老板请示一下，您稍等一下行吗？你们快点吧。哎，好。看弟兄们，别的事儿啊，我去就来，我可忍不了那么长时间啊。喂，喂。 张公子，怎么了说？这位老毛子说我们给他们的货被黑龙混人给扣了，现在带着一帮人到这儿讨说法。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啊？你甭管了，我让四叔来处理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桂叔呢？桂叔，桂叔，哎，让那个四叔去趟伐木厂集事儿啊。好嘞。伐木厂。 伐木厂出什么事儿了？别老大惊小怪的，别眼睛缩小，别老瞪那么大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不要生气，我想这就是个误会啊。 今天一定会跟你们说话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四叔，你可算来了。鲍里斯先生，这里头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黑龙辉说你们的火就是用给他们的，不仅抢了我们的火，还打了我们的人。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给我们几天时间。 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事情。解决？怎么解决？你们敢得罪黑龙会吗？黑龙会怎么了？我们不怕日本人。就是。鲍里斯先生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。我们张家在冰岛有头有脸，不可能为了这一点点货而毁了自己信誉。我要立下字据，写清楚归还木材的具体时间，否则。 我们就要把这里的火拿走。来，走！哎，你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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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我再给你几天时间，如果还不解决，那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先生，请。 太惯着了。有俄国人跟日本人竞争，日本人就不能牵着我们鼻子走。这对生意是有好处的，明白吗？<笑>
まさか三船軍の技術はここまですごい。こんな短時間で張邯涛を治せた。すごいですね。そろそろ死ぬなる人、あっという間に治った。隊長、考えすぎと思いますよ。この中にもし何か問題があったら、三船軍はきっとそれを気づく。三船一郎は安全な人だ。彼の切磋を疑わない。彼は張邯涛と関わりないと思う。じゃあそういえば、排除できるでしょう。張邯涛はシャーバー方の可能性は。今のところは張邯涛の問題がないみたい。彼が問題ないなら、それは張来才は嘘をついた。中将を張来才に移せ。木材被扣，人也被打了。这黑龙会真是……这次怎么闹得这么严重啊？黑龙会怎么做事儿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也是，这黑龙会啊，惦记咱们家这木材生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看这次啊，他们就是故意闹出这种事儿来的。所以我说这事儿棘手嘛，两边都得罪不起。尤其是黑龙会，跟咱们关系千丝万缕，必要的时候还得利用他们来对付时局呢。这事儿不好办，我是不方便出面。四叔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辛苦一下去趟海拉尔，完了你把贺川带上。人倒是挺机灵的。不过他不是咱们家人呢，靠得住吗？应该没问题，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过命的兄弟吧。而且他能在冰岛立足，我也帮了他不少。好吧，行，那我找个机会跟他说一下。好。你要钱我给你钱，多少钱都行，咱别闹出人命来，这样对你没好处。张公子，咱俩的事还没完吧？兄弟，听声音耳熟啊，能让我转过去说话吗？行，你转。见啊，张公子，我让你准备的100条枪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抱歉啊，这是枪，不是刀，你得容我一些时间吧。我知道你没准备好，张公子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谈另外一个交易，如果你答应了我，那枪我可以不要。哦，是吗？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生意啊？行，那你说说，我听听看。帮我们营救张来才。是这样啊，这现在全冰岛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身份。你找我救他，我恐怕没这么大能耐。你别那么多废话，我只需要你利用参议员的身份配合我们营救张来才。如果你不答应，张公子，那就真对不起了。你也是抗联的人吧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兄弟。从你管我要枪的时候开始，你就说你要杀日本人。我当时就在猜你到底是抗联的人还是土匪，但通过你今天的举动，我猜的没错。张公子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等会儿。表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张来才被捕之前他给我的。
我看过这里面的名单，但是你放心，只有我一个人看过。还有，这批药现在在我这块儿，麻烦你跟你上面人说，赶紧让人过来把药取走。如果晚了的话，我也藏不住。张汉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是你们不过来让我救张来财，我一样会救的。物归原主。老张这次有升级了。书记，咱真的和他一起救张老板？不，那张汉涛可信吗？不会是个圈套吧？对啊，你们不明白，我派你去，就是要试探他的意思。我们在复兴社的同志得到一个消息，才知道他就是沙八方。不是吧？你说张汉涛那个汉奸是沙八方？消息确凿。这，他可真是打的一手好牌呀，把所有人都给骗得团团转。虽然他是沙八方，但他这个人做事全凭自己的喜好，他既不姓蒋，也不投共，我们摸不清他的态度，不敢轻易同他谈判。所以，我派帝浩子去假借枪支一事摸摸他的态度，没想到竟然有意外的收获。什么收获？老张走之前呀，把药品委托给了他，金表就是信物。书记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咱把药品拿回来，不，先放在他那儿，他那儿反而更安全。那下一步呢？我们等我们的同志到冰岛来，与张汉涛接头。三川先生，我家少爷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张三爷的病已经彻底好了，病毒完全的消失掉了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。那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？啊，不会的，病毒已经从他体内完全根除了。轻着点，以后不会留下任何后患的。啊，那就好。三川先生，真的是特别感谢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恐怕就下去见阎王了。张三爷福大命大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连死神都退避三舍了。您这是玩笑话，真的全都靠您了。这样，三川先生，我呢给您准备了一份薄礼，贵叔。哎，这东西哪儿？哎，张三爷，救死扶伤，本是三川作为医生的分内的工作，不言鞠躬，更不敢受礼啊。三川先生，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一份小小的薄礼，你看一下，啊，你把这礼收下。另外呢，我想请三川先生跟我一起过中秋，你意下如何？啊，张才艺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天津医院那边还有很多的医患等着我去医治，实在不敢耽误啊。没问题，救人要紧。但是三川先生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把这个收下。张三爷，你要再是这样，就不把我三川一郎当朋友了。好，三川先生的医德真的是令在下佩服。礼可以不收，这样，三川先生，我给您鞠一躬。三川一郎跟我们所认识的许多日本人好像不太一样。贵叔，啊，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。哦，像三川一郎这样医术高明又有医德的，确实值得咱们敬佩。是，哎，少爷，
你说这日本人都像他这样的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咱们回去吧。哎，哥，你来了！我刚从外地进货回来，也没时间去看你。没事，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早好了，皮外伤。那就行。那个，我上回让你帮我打听那个事儿，打听到了。哦，白鹿小姐那事儿，我打听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半点消息。哥，我一直帮你打听着。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，行吗？行，没事。不说这个了，咱说点高兴的。我上回跟你说让你帮我打理伐木厂的事，考虑怎么样了？嗨，哥，我以为你开玩笑呢，你当真了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也清楚，我们张家这些年啊，这生意上的事都是四叔在管理着。老爷子身体现在也不好，岁数也大了。我想给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。哥，你真觉得我行吗？废话，我要是觉得你不行，我跟你说什么呀？行，那我答应你。行，那这样，这两天呢，你跟四叔去一趟海拉尔，具体什么事情让四叔跟你说。好，有四叔带着我，我也踏实，还能跟四叔多学点东西。好好干，没问题。哥，你慢点啊！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想去伐木厂看看姥姥您的兄弟们。行，那我送你吧。正好我想找大巴了，问问他要的事儿。哎嘞！王老先生，哎，青川队长，王老先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冈田有山，他是退役负伤的大佐，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，关东军的骄傲，也是我的榜样啊！哎呀，那可真是幸会。冈田大佐，冈田兄，这是冰岛的富商黄武德先生。退都退了，什么大佐不大佐的？黄老先生，大驾光临有何贵干？我过来呀，是特意给您送中秋大宴请柬的。这次大宴由我们皇家来主办，您务必要亲自光临呐。一定的。那你们二位谈正事儿，谈正事儿。告辞，告辞了。この中国人たちは気骨がないのもんだ。我は大日本帝国は彼のやつ必要で。これで我々は大統早めにできるでしょうか。もし中国人は全部やつを見たいならいい。张公子，身体没事了？好多了。好啊，张公子，胖子兄弟。哎，大家可想死我了。上回那老毛子过来闹事儿，怎么回事？他要再来，你可别来我不给面子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跟四叔说过了，他应该不会再来了。哎，
弄了，藏起来了，里边。等会看。等等了。都在这儿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就把药放在这儿了？我没地儿放了，我不得放我眼皮子底下呀？大罢了，这多潮啊！这批药受潮了怎么办啊？这可不潮吗？你再不来啊，都长毛了。要不然说你赶紧想办法给它弄走啊！张干才，我也找不着，让我把这批药送哪儿啊？不是兄弟，你都说了多少天了？你说能弄走，能弄走，这都多少天过去，怎么还是没有地儿弄呢？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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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想想。哎，你俩这是在干嘛呢？我们都还在这儿呢。没干啥呀。你别告诉我，你俩好上了。哎呦，当家的，你可快打住吧，他就是个爷们儿。我还看不上你呢，就是一傻大个。对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啊。行了，我明白了，大巴了，你可真行啊，看不出来啊。不是，咱们现在说这个事儿呢。要处理药品，看来张来才必须得救啊！你说救就救啊，哪有那么简单？你打算眼睁睁的看着他去死吗？让我合计合计，别操心了。那个让厨房给我做点吃的，饿坏我了。好，有两位客人等您多时了。谁呀？我不认识。夜猫子陪着呢。少爷，你们回来了。这二位是？张公子，唱破天和小包子这厢有礼了。啊？这唱破天、小包子，那这是二人转的名角啊，这两位。啥名角不名角的，就是混口饭吃，不敢当、啊。那个二位名角今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是黄老爷请我们来中秋大宴唱戏的，我们特意来拜访一下张公子。黄老爷请你们来的？黄老爷请你们来，你们过来拜访我干什么呀？张公子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们呢是抗联的。抗联的。那这抗联的你就更不应该来找我了。哦，对，张公子，我还有一样东西给您看一眼，您看，这表从哪儿来的？之前我们的同志跟您接触过。我们最近策反了一个复兴社的手下，对张公子的事情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，我们已经知道，您就是沙八方。张公子，我们此次前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想跟您商议一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呢？可以。哎，少爷，刚刚拿那块金表，能不能再让我看一下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
我们是抗联南满行署李宜春李书记叫我们过来的。李书记希望二位能跟我们结成抗日同盟，咱们一起营救张来才同志。太好了。其实我俩加入抗联的日子也不长，战斗经验很浅，但我们夫妇俩有两把子功夫，又恰好黄老爷子这次请我们中秋大宴来唱戏，我们也立定了与鬼子鱼死网破的决心，希望张公子和张太太能够顺利帮我们完成任务。别这么说，我们现在也正在制定营救张来才的计划呢。太好了，我和小包子已经商量好了，想用美人计引秦川上钩，然后挟持他营救张来才同志。这行得通吗？行不通。你们可能不太了解秦川，他这个人城府极深，而且老谋深算，美人计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样，你们别着急，等我们商定出计划来之后，再跟二位商量，怎么样？好。啊，能有二位的帮忙，我相信咱们这次营救计划一定成功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情，张来才同志要给杨靖宇将军的那批药现在在我手里头，我们现在应该马上送出去，但是我不知道送到哪儿。运送药品，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因为这药品运送到哪儿，只有张来才本人知道。咱们当务之急是把张来才同志先营救出来再说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谢谢张公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着张公子的好消息了。进来，畅老板，有位张老板要见您，让他进来。二位，您的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，哎呦，真是让张某大开眼界。张公子，您过奖了。我们这还没使多大劲儿呢，你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好好好，啊，来坐坐。哎，张公子这次来不光是为我们二位叫好的吧？明天就是中秋了，我们怎么行动？明天二位呢，只要在台上卖力的演出就行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不，这啥呀？这不耍大刀呢吗？这。你听我说，只要明天你们把演出演精彩了，就能把秦川牢牢地定在座位上，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实施我的救人计划。这个肯定没问题。我谁呀？小包子这名不是白叫的。我明白了，张公子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夫妇的安全着想，我唱破天在此谢过了。嗯，张公子，您把心放肚里去啊，明天我指定把活全都倒出来，让小日本看个过瘾，九头驴都拉不回来。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就期待二位的演出了。好，张公子，咱们明儿见。明儿见。哟，哎，仙芝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不是来听戏吗？听戏，上后台干什么去啊？嗨，人唱得好，赏俩钱儿。啊，我明白，这唱破天不但唱得好，
小模样啊也还行，主要是啊年轻水灵。对啊，年轻水灵符合您的胃口。心照不宣，心照不宣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既然是碰上了，也省得我再跑一趟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啊请这两位角儿参加今天晚上冈田大佐的接风盛宴的。